藏起来，藏了。不劳累啊，不劳累，五个亿，五个亿，对，玩的拿走，啊 ，OK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缅甸角湾的这个早市啊，现在是差不多中国时间是7点这样子吧，应该是。早市这边的话，全部只有一点改口。中午的话，我们会到那个里面直播的那里，可以去看看收收料子，然后在那里直播一下啊。先问一下点普刀这一块啊。啊，各位弟兄不劳累。旁边是地啊，旁边这边啊，谁？七角啊。人民币的话，差不多打红3万块钱这个。手镯没有，所以说我还是想要放弃，因为你看到没有，但面上是有一个，面上是有手镯的，但是呢，它这里真正的在中间有个裂，这边的话它的手镯就位就很小了。这个料子的话，表现还是可以的，可能这里太亮了看不清楚，表现还可以。黑料子有这种表现的话也不错的了。这边还有啊，谢谢啊，阿姑啊，在这边呢，逛一下啊，的。姐，阿姑等一下不劳累。等一下阿水，等一下阿水，1500万，谢谢。姐，再摘不？看一下，三六。阿姨叫，阿姨叫。对对，一，现在了。不用。啊。这个位置开窗比较好看的、啊、这个赌界面料啊，这一包都可以出色，这些下面就不用去赌了，这个料子赌这一包色就可以了。界面料啊，对啊，藏起来藏了，不劳累啊，不劳累，五个亿，对，玩的啊，拿走啊，给，好好给吧，好好说，不劳累，三个亿，对。你好友我好友三个亿，1500万，我把你加油了朋友啊，1500万要了，加油啊，疯嘛啊，不行，我差两个嘛，1600，还加油啊，加油，多多油，可以了吗？不可以，我看一下啊，好看啊。这个料子的话，它要5个亿太高了啊！虽然是色料，但是呢，价值也没有那么高。我给1500万的话，就是差不多3万人民币。3万人民币的话倒是没有问题。你看，像这个地方，你看夺出一个界面的话，它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。因为现在的话，色料的话，蛋面是非常非常贵的。像这种夺出的这种黄羊绿色的话，价值是非常高的啊。所以说，像这种料子的话，可能如果说我们把它开窗随便一开出来，可能10来万、10多万、20万都有可能找得到。就是开窗以后，不要说做成成品啊。所以像这个料子的话，还是可以谈的，因为它的色比较多啊。如果说这种料子上面它色有一点点的话，就价格就不高。它色比较多，然后呢色比较厚的话，它价值就比较高了。小弟弟，该好好谈啊。你好，对。好，我不好好给了，如果不便宜不卖了，不要了。好给啊，1700。封不封的话我不谈了，好，进来，小费多少？小费多少？哦，30吧。放，30。封起来啊，封起来再谈。好，谢谢。不劳累。拿。啊？是呀。是呀，是多少？8000万。8000万。他们这个速度太大了，我好多时候我都反应不过来。花太黑了，花太死了，肿倒是还可以。不行呀，差多远？不拉威嘞，哎呦，不拉威嘞，差太远，我就不要了。啊，妈妈就这样嘞，可以给，这样吗？一口价2000万啊，可不可以？啊，2000万封起来，2000万封起来。好，小费还是30啊，30。好，啊，谢谢。这边谈料子要封好几次，他们都是那个，但是我们给价也是会看着给的啊。这料子的话，中大万我还是看得到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试着价给一点。这个就叫专业。啊，好好谈啊，谈不好就不买了啊，谈不好我们就不要了啊。好东西还拿这个包着啊。哎呦，看我教习一个，教习教大一个，教习一下，照片换漂亮，耶、yeah。
摘布，摘布，找哪里？摘布，谢谢。啊，我哪里？谢谢谢谢，你干嘛不？谢谢谢谢。150给过了，看不到看不到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可以，看够了，可以卖，卖，我还会给你，卖了啊，卖了，钱等一下来拿啊，好好，嗯，钱等一下来拿，盘下来了一个了啊，盘下来一个了，再拿着去。你那个？这个太差了，这个。这个绿色的。